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除了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，南美洲也有不少美丽的私人岛屿。今天分享一座位于该地区巴西的私人岛屿 Maná Island。Maná Island 位于安格拉多斯雷斯地区，距离布拉丘伊港仅3公里。从里约开车约3小时可到达港口，乘坐直升机约20分钟便可到达该岛。你也可以选择乘船前往，沿途欣赏周边美景。这座占地超过15英亩的岛屿气候宜人，该地区受到公海洋流的保护，因此该岛也被温暖的翡翠绿海水环绕，拥有丰富茂盛的植被以及许多外来的野生动物。该岛是 100% 自给自足的，岛上由3个蓄水池提供水源，电力则由太阳能供电网络支持。岛上建有一个约92平方米的主住宅，由一间客厅、2间卧室、1间餐厅和1间被木质露台环绕的厨房组成。除主屋外，岛上还有4间排成一行的滨海平房，每个平房都是一个小型避暑别墅，带有卧室、浴室和令人沉醉的海景。这些平房共用一个公共空间，有一个酒吧和347平方米的休闲区，还有一个通向大海的露台。此外，岛屿管理员也有一间自己的宿舍。岛上的小路将主屋与这个具有旅游特色的区域连接起来，蜿蜒穿过热带动植物区。岛上的建筑与直升机停机坪和停靠区由一座桥连接起来。此外，岛上还有一个宽敞的遮阳户外烧烤用餐区，一片棕榈树环绕的观景草坪。这片草坪通向在海边岩石中挖出的天然石雕淡水游泳池。这里非常适合晒太阳或在好朋友的陪伴下享受美味的烧烤。巴西是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，也是南美洲经济潜力最大的国家。它拥有多样化的景观、理想的气候、独特的文化。此外，巴西立法允许外国人在许多地区以永久产权条件拥有土地，并且通常没有仅基于国籍的财产所有权限制。因此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巴西人和外国人在私人财产和承租人权利方面几乎享有同等的条件。Maná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250万美金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